大家好，我是周海欣。黄大仙山岩坳道有水管爆裂，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新光中心部分的行车线一度封闭，大量的水由沙田坳道渠口涌出，警方在凤德路转入沙田坳道的路口拉起封锁线，水沿着斜路流落沙田坳道小巴站，以致出现水浸，水流亦都一度涌出往观塘方向的龙翔道，近新光中心的部分行车线一度要封闭。爆水管大约是6:30发生，水务处人员到场删水掣，一度封闭的龙翔道部分行车线之后陆续解封。观塘茶果岭道近张南隧道入口，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博，21岁男司机死亡，另外3个人受伤。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安全气袋弹出，男司机被困昏迷，消防员用了大约1小时将他救出，他送院之后不治。车上有受伤的乘客瞓在路边石柏接受救援。警方朝早近6:30接报，一架私家车沿茶果岭道行驶，去到张南隧道入口附近嗰阵，怀疑失控撞博，车上4个人送院。受事故影响，茶果岭道回旋处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场交通繁忙。政府为中小企推出多个不同资助项目，但是本台发现有中介声称可以用报大数等的不同方法骗取政府的资助，有商界人士认为要加强执法。